主角倪希，是需要大家现场最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给他好不好啊？先真的很衷心多谢今天出席我和 Nick 的女女 Freya A 的这个拜年宴。因为我爸爸有了家庭的时候，我充分很深切地體會，亦都明白到小朋友要健康可以來到這個世上，是來自於源自於他爸爸媽媽，甚至他的長輩為他累積的很多的恩德，他才可以健康來得到。所以在我老出了世之後，我都跟我自己說，我要為他去累積多更加多的人生恩德，希望在眾多位在他成長的路途裡面會錫他。他都說是，好不好啊？好不好，你成為女兒啊？